开心啦，因为每一年其实公司炮制咗好多剧啦，精彩嘅制作啦，咁啊介绍俾观众啦。咁我每一年咧都有机会嚟，即系证明每一年咧我都有啲制作啦，同埋有啲自己中意嘅作品啦，咁啊可以推介俾观众啦，系古装啦啊。咁啊，大家虽然见到我了少头发，但系因为呢套剧系上年拍噶啦，咁上年咧就系剃光咗头嘅，咁而家生翻出嚟系啦，咁啊。是一个历史人物啦，和珅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认识乾隆期间嘅历史咧，都会知道和珅系边个，就系富可敌国。历史就话佢一个大贪官嚟嘅，但系点解佢喺嗰个年代可以咁犀利咧？咁就要睇我哋呢套剧《天命》啦。有啊，近呢两年咧产量啊比较少啲，但系产量少唔紧要嘅，最紧要够精。咁啊，今年咧嚟紧就系《天命》啦，我饰演和珅。咁希望大家会鍾意。